各位好，欢迎大家来参观今年 Innodisk 以鼎国际在 COMPUTEX 的展览。那在今年的展区，我们和我们的子公司安提国际 Tina 一起合展。那在整个 Innodisk 集团的底下，我们其实是从工控储存起家，但现在一步一步的往边缘 AI，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Edge AI 所发展。那在今年的摊位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最一开始我们很专注发展的工控储存、工控记忆体模组，到智能周边模组，到我们嵌入式相机模组，以及一系列的 AI 解决方案，都可以在我们今年的摊位看到。那此外，尤其是在相机模组的部分，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发展 AI， 其实很多 AI 的应用都对于机器视觉、影像识别，透过影像去捕捉，再做后续的 AI 处理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机器视觉以及相机模组是我们公司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主力。那包含说 AI 的运算的这些平台，都是以鼎集团能够支援的。尤其我们现场也有一起展出的子公司安提国际，他们是 NVIDIA 辉达在台湾最高等级的伙伴，所以有一系列的辉达相关的产品线也都可以在我们展场看到。那非常欢迎大家。